宝宝超市。我帮妈妈买东西，当个购物小帮手。好大好大的超市，好多。可以逛超市了。带着包逛超市不方便，先放到寄存柜吧。密码只要收好哟。妙妙，明天去郊游，妈妈让我们来买些东西。要买什么东西呢？嗨、啊！熟食，来制作你喜欢的食物吧。热狗包，洋葱，黄瓜，生菜，制作完成，请拿好。水果蔬菜，水果蔬菜，水果蔬菜需要称重哦。称重了，要点哪个才对呢？称好了，你真棒。水果蔬菜需要称重哦。称重了，要点哪个才对呢？称好了，你真棒。饮料，零食，零食。零食，这里有好多散装的零食，喜欢可以装起来哟。
水果蔬菜需要称重哦。称重了，要点哪个才对呢？称好了，你真棒。东西都买到了，去结账吧。鲜花，请问你喜欢哪些花呢？菊花、向日葵、薰衣草、玫瑰、蝴蝶兰、绣球花。东西都买到了，去结账吧。你好，请你把商品放上来。买超过8个商品可以得到活动券哦。菠萝、火龙果、棒棒糖、香蕉、热狗包、乌龙茶。你好，需付5、10、8元，请选一种支付方式。手机支付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送您一张活动券，谢谢惠顾。把东西装到环保购物袋里吧。超市购物时，自己带购物袋更环保哟。拿到活动券的顾客，快来这里参加活动吧。你想参加什么活动呢？